下，在这个单亲的家庭里面，是不是有阶段性的困难？是安四岁，他可以看一个成人舞台剧。老贝了，问了等于没问了。我们去鼓励他说加油加油的时候，他会觉得说加你屁啦，有你屁啦，你又不是我，你又不是我，你让医生讲我只剩三个月的命吗？你懂那一个感受是什么？